无线选秀节目亚洲超星团啊，犀利啦吓！九位胜出嘅练习生咧，终于系正式成团，仲以组合龙浪嘅名称嚟出道添。TVB 果然系勇气可嘉吓！召集人曾志伟表示，龙浪系源自今年系龙年，国家咧系以龙嚟取代咗 dragon， 九个人就用龙嚟做象征，寓意一飞冲天吓。不過其實國家官方咧冇話用龍嚟取代 dragon 喎，只係部分官媒咁樣做嘅啫喎。點都好啦，成件事最大膽嘅咧就係莫過於呢九個人要肩負起推廣龍呢個字嚇，又或者佢背後所附帶嘅文化意義。話萬一失敗或者成績未如理想，呢個鑊邊個孭先？我明啦。下次有新的女團組合應該會用 C9 這個名字了。